现在把那个东西给你弄好了，打住的问题。打住你给我弄好了。哦。你他妈的你太牛了。没有。我他妈的我昨天晚上跟小高打电话的时候，小高说那个东西没办法，他说我们工程师研究了好长时间，打住搞不我跟我哥打电话，然后我哥才给我想的办法。